说首都市长如果不签不投降的人就是不承诺保护台湾，他认为非常危险，会觉得被扭曲了吗？那另外他今天又谈到了那么他那么夸张，他只是说市长您选不上就是他会完蛋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他们必须要务实的去做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有时候我常常就说，为什么搞那种义和团的活动？就是说，我常常看到他说，很像那个满清末年那个义和团，屠清灭洋，口号喊很大声，自称刀枪不入。问题说不行嘛，所以我们要很务实的去面对我们要面对的问题。不是啊，其实俄乌战争给台湾一个很大的观察，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，台湾到底学到什么，做哪些准备，这才是重要。你想想看哦，火板面啊，签个那个，但我要简单的定义一下，就是有时候哈，我就很讨厌这种，就是喊口号不做事，有时候就很多，也许我个人修养不好，但我就很讨厌这种不做实事的人。